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很多的佛诞节活动缩减了规模，很多地方则是发起了响应居家来浴佛。像是伦敦佛光山日前就办理了一场制作浴佛亭的竞赛，让佛光人自己动手来制作，在家里浴佛。精致的悉达多小太子脚踩莲花被花团包围，这一个个浴佛亭都出自佛光人集体创作，响应佛诞节欢喜庆祝。今年有别以往的隆重庆典，而是居家共沐佛恩。得奖的是如海法师揭开得奖名单，加以表扬。伦敦佛光山办理创意浴佛亭竞赛，佛光人发挥巧思，展现优秀成果，每件作品意义非凡。我们有太子佛，我们用菩提烟来代表一个太阳，就是代表佛陀的光明照耀全世界。We have got the policeman and the superhero, and they represent like the Dharma protectors. 用艺术发扬佛教精神，虽然不能见面欢庆，但依然在家中共同祈福，期待疫情远去，为社会带来平安。人间卫视英国伦敦综合报道。